爱了，真的好累。心里偷了这只代表着我又有机会。然而喝的不省人事的你，只有我来背，把你安全送回家，绝不趁人之危。教室下中的场景，某天的早上，我打开了朋友圈，又看到了你和那个男的在一起甜蜜的照片，我顿时感到窒息。差一点猝死在我房间，给你一个电话，你他妈接都不接。只想把你装进我